耶、yeah, ！欢迎回来，麦卡贝丁玩抱抱。今天我们是卡普通赞助播出。接下来呢，我们会来玩魔物猎人。魔的。刚刚呢，烧饼在外面非常的兴奋，来回冲了大概有二十趟。嗯。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就因为。它的大的空间就是这样啊，真的假的？因为我平常我家很小，所以这边他就会觉得还好。没有这边，因为可能有东西，他就会没、哦、没办法冲那样。他是不是因为刚刚撞了一个头，现在冷静下来？没有啦，没有了，他就是没地方跑啦，你现在把他放出去，他就跑了。真的假的？他会不会他是那种放出去他就回不来的啊？我觉得是啦。他是哦、喔。我觉得可能放出去之后，可能过个一年，发现他在纽西兰创业。在纽西兰变明星狗了。然后看到我这样六亲不认那样，因为我躺在地上这样，然后放一个碗在地上，然后在那边讲，然后就搂两个女的出来这样，脏死了。怎么好现实、啊？好现实、啊。那不是 P 啊。好啦，这一趴呢要跟大家讨论呢，本周的游戏新讯，第一个是巫师三，我们来看一下。Witcher。是的，它释出了最新的宣传片，它是一款呢拥有庞大开放世界的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将化身自幼接受训练，历经了变种，并且累积超乎常人的战斗技巧、力量和反应的兽魔猎人。那我们接下来看影片好了。Fearing all manner of goose hacks and raids. Nice tune. Been a while since I heard it last. Folk have forgotten it. Got other things on their mind. Things like me. They paid me for you. In times past, no amount of coin would convince a witcher to take this contract. Okay, 好 okay. Times have changed. 我家已经是怪物。Hello, 哇吼！更强。他被色诱了。看到这样还要吗？吃槟榔。吃槟榔。吃槟榔。哇、哦！又变成喝什么梦？什么什么乐高？对对对。嗯。攻杀搞不同，攻杀搞不同。哎呦，还有夜视，看来是擦了牛眼泪。我不信，我摸。渗水。常听牛，哎喂！参加如果
原来我们是那个女生，原来我们是女的，是不是？好烂。哎呦，买显卡的送的，因为我的显卡好像会送。哎，他行，你要去换去了。他行了。哦，是哦，干掉了。那他不会死吗？要补呢。帅，这应该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超级男子汉的游戏，是的 ，I like。而且他画质好好，真的漂亮，漂亮，是的。好，五月十九。那个鲁鲁，你的麦克风没有别，我知道，怪别啊，揍你哦。好了，下一个是游戏手，我想要给大家，你应该给大家看廖哥没有变的照片。然后大家就说，哇，真的好像啊，是不是还没变呢？好伤人啊。下一个是手游，然后它是节奏游戏，它在 Android 呢已经开放下载了。它怎么念呢？帮我看一下，谢谢。Noah's Battle， 谢谢。它是台湾独立制作团队开发的。它的游戏特点呢是可以自由汇入手机里面的音乐，自动的生产不同的乐谱跟游戏的玩法。那呢，制作团队表示它是自选音乐乘以多元玩法，就是这款游戏的独特卖点之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游戏影片介绍。他这种就，我觉得他这种比较会有点像就是那种开放的那种，因为他让你自己去丢音乐进去的，所以就是丢自己喜欢的歌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还蛮创新的。对，就没有，应该说以前就已经有类似这样的游戏。哦，真的。对，这种游戏开发上来好处就是他们不用去，我觉得好处就是一方面是玩家可以自己丢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就是他们不用去谈，比如说授权还是干嘛。就比较少了，不用谈那么多。可能哦，我想要放一个很好听的电影的歌啊，我就要去跑去找那些作曲的说，可不可以授权使用啊？然后这种就会很麻烦。哦，这还蛮聪明的。对啊，这种就比较那个。可是这种，除非他们处理的很好，不然这种有的时候，但是这种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并没有太对拍。对对，没那么精准。其实刚刚那个影片也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就是。就是哎呀，就有优点有缺点这样子。OK， 下一个是《暗黑破坏神三》，我们来看一下字卡。它正式满三周年呢，那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官方特别在官网呢发布了一篇神秘的报告，意有所指的透露了。乳牛杀人魔似乎出现在圣修亚瑞的某处。那玩家呢，即日起到5月21日呢，登录游戏就可以获得一个这绝对不是乳牛关的 buff。而后续呢，若是玩家成功在地图上并且杀掉牛后使者，即可再次的体验《暗黑破坏神二》的乳牛关卡。我们来看下影片介绍。牛哥，好棒！牛哥，他当然就是开牛关的。Open the mall。真的，牛超大只。Time to get moving! Oh yes. Move. 刚才跟我好大吧？大吧？哎，回来了。不是，刚刚有一个麦卡贝粉丝传讯给我说。他跟我们一样玩了刚刚那个男子汉的游戏，可是他的平板上面侦测到了两个人，可是他只有一个人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他要把自己马赛克掉啊。OK， 先给你们看一下好了。Behind the boy， 而且他后面的那个人比他本人 man 了85%，后面那个人91%，后面那个好 man。
Panel， 你要不要给摄影机看一下？要啊，要给他们看一下。哦 ，Memory 嘛。哦，只看到两个人。哦，好恐怖哦。结果真的话，他在自拍，然后一个人就这样。疼、欸！哦 ，no！ 结果他拍完之后转过去看到妈妈一个手肘照入镜这样，干嘛？妈妈手肘比你 man 八十五吧？而且妈妈手肘刺青刺了一个脸在这边。哎，如果自己在家里玩，然后是这样很恐怖哎、欸，侦测到两个人，还好，真的还好。我会，你就觉得闷闷的。我不会怎样，我就觉得是软体有问题。但如果你连续玩了三次，比如说你走到客厅然后拍，怎么也有。那如果你的玻璃刚好全部破掉了，那我就会去敲邻居的门。不好意思，你可以把衣服脱光陪我睡觉吗？别的目的，我家好像闹鬼了，你可以脱光陪我睡觉吗？奇妙，你有看到你家的狗用一个鄙视眼神看你？少啰嗦了。再来下一个是掌握时间的少年英雄联盟公开新的英雄，来看一下字卡介绍。艾克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少年，留着令人印象的白色庞克头，那脸上呢还有图文。从官方的影片来看，他似乎是一个拥有控制时间能力的英雄。直接看一下影片介绍。People waste a lot of time, then they wish for more. Want more hours in their days? 就是你。More days in their years, more years in their lives. Because if they had all that extra time, they could fix any mistake. I don't need hours or days or years. I only need seconds. Thing about time. If you can't make the most out of any given moment, you don't deserve a single extra second. 还蛮酷的，蛮奇。可是我看不出他的大招是什么。就是可以回到几秒钟前的。那他其他招是什么？每个都是。就他们都是跟缓速跟加速有关。就开完之后，然后。回到几秒钟前，然后自己血没有回来，但是大学都可以再放一次。我应该不是这样，我记得。好期待每次都好期待他们的英雄赶快释出，好想玩。对啊。真的好，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是大逆转裁判，我们来看一下字卡介绍。他们呢，大逆转裁判之陈部螳螂之界的冒险将于呢今年的7月9号在 3DS 3DS 的平台发售，那售价为5800日元，距离现在呢还已经不到两个月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影片介绍。陈部螳螂，你们能有一个像螳螂？嗨，僕は弁護士になる，必ず。法的根拠ならお任せください。19世紀末、法の黎明期、大日本帝国。熱き希望を胸に、若者は世界へと旅立つ。霧の帝都で待っていた奇跡の出会い。
推理は論理の芸術。当たるか外れるか、そんなの関係ないさ。東洋でも読まれてるんだ。私の物語。異議あり。極東の弁護士よ、これが近代裁判だ。クソ、もう勝ち目はないのか。違法の大法廷で待ち受ける最大の強敵と事件。さあ推理を始めようか、ミスター。なるほど。名探偵の着眼点はまさに天才的。しかしそのあまりにも鋭すぎる観察力は時に急角度で真実からそれてしまう。対象物を全方位から観察し、名探偵と協力して真実を導き出せ。哦，这还是女生假扮的。这个游戏一直以来都有好受到大家喜欢，对，很有特色啦。而且看得懂日文的玩这种游戏应该蛮爽的啦。真的，可惜看不懂，我也看不懂，难过。下一个是《血魔异巡员》续作，伊甸园啊，伊甸园续作，我们看一下字卡介绍。韩国呢，第一次封测呢将会开放从前作延伸概念的两个种族。到，对不起，我今天是压力很大。到75集的游戏内容，六种不同风格的地图等内容。《血魔异巡员二》强调变大，强调延续前作独特的世界观，以大规模的种族战争为主题来进行研发，具备的种族特性系统等内容。里面介绍。13번째성서에제어할수없던힘은종족의구분없이모든것을파괴했다변화된세상의지독한참상은모든종족에게휴전을강요했다전쟁의잔재가치우지기도전에그들은다시충돌했다영혼들의육체는주문받지못한신체로땅을살아갔다에슬라니아의하늘과땅이다시핏빛으로물들고오랫동안준비된운명이역사의잔재속에서깨어났다딱이제가딱이된他在六月四日在韩国首度封测。Yep， 喜欢的可以持续的关注。下一个，没事，你继续讲。没有，딱이된很旧了，딱이된他的前面的那个。哦，真的？对，他好像是吸血鬼跟人类。好像啦，我记得，还蛮，可是刚刚看到画面感觉没什么进步，就是还是操作视角啦，对啊，没有啦，只突然想到这个很旧了，真的蛮旧，因为我以前有玩过国际版，国际版蛮久以前，就英文的这样，哦，也是。好的，最后一个是最后生还者抛猪脑后，抛猪脑，看一下，打抛猪脑，打抛猪脑。好，我帮你念 ，Naughty Dog 将把博德。广大好评的动作冒险游戏《最后生还者》单人游戏 DLC 章节打抛猪脑后，Left Behind Park 没有啦 ，Behind Thailand Park 单独拉出制成可独立运行的游戏，官方新释出了此款升格为独立运作游戏的《最后生还者》抛猪脑后上市宣传影片。影片介绍。糟糕。Every second we get to spend with each other. 感觉又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游戏耶，难
过的也是，非常难过的。The Last of Us 就是非常难过，真的。真的，我觉得这几年都很流行一些玩玩剧情会让人家觉得，唉，那游戏你不觉得吗？想哭，对啊，觉得低落。是，我觉得自从那个两个灵魂之后，是不是就开始很多这种玩玩就觉得让人家真的是很想要。哭哭的过去，哭哭，对啊，是的，不过应该也是蛮好玩的啦。是啊，好吧，喜欢的。狂玩狗啊，今天完全一个放空状态。因为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我有感觉到，我有感觉到，抱个狗，抱个狗，抱个狗，狗送你，狗送你。喂，不要乱讲了。热狗送你，等一下下去再买一条热狗送你。大安宝，大安宝，大安宝。好了，我们下一趴呢，那个达人。来到现场也不是达人啊，是网路红人。红人是的，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看过他的影片。那好的，休息20分钟，等一下马上回来。OK。